就直接叫了一辆露露车直接来我们的民宿，然后就直接吃露露。5、4、3、2、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na。欢迎回到我们频道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记得要叮咚叮咚。好了，又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要下 JB 啦。不开心啊，不可以开心啊。我们是去做空，不是去玩 ，OK？ 所以这一次哈，是因为大家都懂我的 JB 那间酒吧要开了嘛，所以我会很时尚，很时尚，要一直来回 JB KL 这样走，因为要去监督他们装修的东西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补充的之类这样的东西 ，OK？ 所以 Mona 也是因为12号也刚刚好，还要下马六甲拍摄他的东西。我有新出一款联名的衣服，所以我要去拍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当时出的时候应该压力也是很大的，因为那时 Grace 也是一样的哈。Grace 那时我看浩人拍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的压力一下的，因为毕竟是联名款之类这样的东西嘛。然后真的是要看自己的粉丝几给力啊那种感觉。OK， 那这样我们就已经迟到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去 JB 的时候再给大家看吧。OK， 这样我们等一下再见 ，Let's go。好啦，我们又再回到来熟悉的地方，就是这间屋子啦。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一般人上来，所以是需要比较大间的屋子的。OK， 收工我们也是逛了 JPO， 然后也是买了一点东西。每一次上来都会去逛这个东西，然后就会花钱嘛的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我买了这双鞋子。这双鞋子呢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一穿上去高了7cm， 所以我是174嘛，所以再加7cm 我就有180了啊，瞬间有180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还买了还蛮值得，而且它很便宜，扣一半。因为这个是 Premier Outlet 之类这样的东西啊，就是会便宜的，所以我觉得是买到值得的啦。OK， 然后我的小黄也是在这里，我的小金还是小黄我都不懂啊。然后他们今天也是驾大辆车来挤舒服嘛的，全部驾大辆车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家就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会去吃火锅，好像是过后再拍给大家看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再见 ，Let's go。好啦，刚才就是我们到民宿了嘛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，所以最近哦，我跟 Mona 是有一直在做 live 的东西，开 live 啊这些东西 ，IG 也好，去那些各大平台也好，或者是至尊宝。然后最近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，是真的是真心分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里面的主播全部都是很厉害讲话，基本上24小时都有主播在那边。我们只是要开那些 apps 跟他们学习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是夜鬼来的嘛，可能我们半夜突然间想要看一下直播还是什么东西，就可以用到他们的 apps 哦。然后主要 Mona 会看的原因是因为他。不太会讲话 ，yes， 所以先大概给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 app， 就是如果你们看到的话，就是这个 ，OK， 它是叫做 IOU Live， 但是现在是马来西亚蛮大，然后又非常火，而且是很新的一个直播平台来的。我看中它是因为它是24小时都有主播在里面 ，OK， 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里面的构造是这样的，就是比较简单让你，可是重点是它是很多，它基本上都是女生，基本上都是美女来的 ，OK， 你要学习女孩子讲话嘛，因为你是女孩子嘛，哇！我是因为要看他们的口才怎样厉害嘛，口才，妈的，就是都是好看的，你可以看，就这一位，是不是很好笑？好像在跟我对话讲，是不是很好笑？很好看，就是讲我很少看到直播平台里面的是真的是开 video 的时候是算是一样的啊，然后我也是有充一点钱在里面呢，主要是因为他首充的话，就是可能你进100的钻石，他就送你188个钻石，或者是你进1000个钻石，送你888个，如果你进50000个钻石，就送你5888个，我就觉得还蛮值得这样，就是越多越值得哈。所以我就觉得在 IOU 这个 live 里面，你们真的是可以去试看下载 ，OK， 我会把那个 link 定在我的留言那边，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看看一下，反正都不用钱的嘛，你们就下载。然后看看一下，然后它这个平台有几个好处，就是哦，它有那种红包鱼，就是抢红包。Yes， 其实在中国会比较红这个东西，可是这个平台讲真的，我是在这个平台才看到有红包鱼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去抢啊，就是讲你又可以免费得到这些东西。然后另外一个点哦，它是好像可以过任务那种感觉的，就是它就开放一个大好礼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你可以去过任务，然后你过好任务哦，你可以拿到特效，你不用花钱你就可以拿到特效。它的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主播，没有到不好看的样子，全部都是蛮漂亮，就像这个素颜的还是还蛮漂亮的，都是漂亮的美眉啦，里面都是漂亮的美眉，所以
现在我试看送一个礼物给他们，看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。我有近一万个，所以我送他一个很够力的，看他会不会吓到。这种感觉是最爽的，还有我送他的时候还谢谢这九把，这种感觉我觉得超爽的。送他一个3888吓吓死。你要对着他们送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4000多币的吧？谁？GMX 是谁？我没有放我真的名字。What？ 按错了是吧？按错了是吧？他不敢相信。什么？怎么送我这个？他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就出来直接送他这个，还是吓到我。对，好玩嘞！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努力了，然后希望你们真的是有机会有时间，你们可以下载这个 app 去跟他们聊聊天，然后又有手充送那么多的钻石，所以你们可以进一点点钱来给他们一些鼓励啦。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来到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做，然后突然间想要跟你们分享关于 live 这个东西，因为 Mona 这几天一直在做 live， 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要学习。然后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做 live 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去这个平台跟他们学习一下，因为在这么多平台里面，他对我来讲真的很厉害，讲话越多，你越容易学到东西，这个是重点来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应该是去吃晚餐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再见啦 ，Let's go。好啦，我现在已经是来到这边，他们讲很出名也很好吃，我不知道啦。这进去的时候拍一点环境给大家看，吃火锅的好像是。真的很漂亮哦。哇，我们的位置好漂亮耶。对呀。对呀，睡觉。很不错啊，双方都很 grand 一下，我们坐在那一边，拿手来一样。OK 啊，让我们叫东西吃先。这个是我们挑好的酱料，然后里面我有放酱油，还有老干妈，还有蒜米、葱、辣椒面、盐啊之类的。哇，好料，都是好料。好啦，现在已经回到来民宿了，然后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这样我们就直接在民宿啦就好了。所以应该等一下会喝一点小酒聊一下天，看要不要拍给大家看啦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明天再见了。 OK， 这样我们等一下看要不要拍啦， 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第二天终于起来了，然后一起来就已经是 order 好我们最爱吃的一间店的早餐。 OK， 所以我们也是 order 蛮多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 order 了什么东西。哇哦，非常的丰富，起来大便了，大便了，素颜的林美仪，大家看一下，你是老看好吗？还有点老了，这里先举起来。OK， 我们先吃东西先。好啦，其实这一次来 JB 除了看店之外，我们还是有来要做一个 live， 就是一个工作 live 的东西，所以可能这个 vlog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 live 完了这个东西。 OK， 所以你们想要看回来，你们可以去看回我的 page 有 share 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准备进去了，要拍一点环境给大家看。 OK，好了，我们已经是直播完了，非常的饿，因为大家全部都等着我直播完，所以就是一样来到龙胜，每次来都一定会来吃的一个地方。然后那个东西已经是准备好了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太饿了，所以提早就是叫他们准备好。这是冰什么咕噜油，冰镇咕噜油。这个是沙白，沙白金鱼翅，可以用一次。Yes。The next day。
OK， 今天是第三天啊，所以因为由于我们还是不想要一直这样出去吃东西的话，然后又很想要吃露露，然后我的这里 JB 的朋友就直接叫了一辆露露车直接来我们的民宿，然后就直接吃露露。我是觉得哇，真的是有钱的生活真的是开心，但是不是我，是我朋友。OK， 所以我是觉得很幸福啦，有遇到这一班这样好的朋友在 JB 的。OK， 非常感谢你们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见 ，Let's go。哎，好啦，突然间就到了马六甲，今天是我们第四天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多，所以我们该差不多六七点就开车下来马六甲，因为莫娜要拍摄。OK， 所以昨天的画面我们也是拍到露露那边，我们就停了。可是我们今天会接回来，就是在马六甲这个地方也没有讲去逛啊，就是因为他莫娜要来拍摄他的衣服的东西，所以等一下可能拍一点点的小画面给大家看，然后到时候敬请期待他跟这间店的一起的合作的衣服。OK， 这样我们等一下再见 ，Let's go。我现在觉得我一点都不像我自己，人生中就是少有的画眼影，我好不习惯，我觉得自己很懒，然后我很压力。现在我们要去户外拍摄，所以我们要走过去。上午一共拍了三套，现在我们是在吃饭，吃完饭下午接着拍，外面真的好晒，饿死我了，先吃。OK， 大致上给你们看一点这样的 shot 啦，所以我们还是在马六甲拍着莫娜的联名衣服，然后我也是睡醒了，所以我就下来陪陪她，因为真的是太累了。那现在他很帅，这样他现在比为自己很帅啊，非常的帅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就算是开放了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很小心，就是尽量不要太挤，还是这些什么东西啊之类这样的东西了。然后也尽量就是每到去到一个地方，出外播还是哪里，回去一定要 test 一下，到底自己有没有中感染还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继续做的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先等莫娜拍完先，拍完了我们才有总共还有四场要跑，所以真的是从早上拍到应该要拍到晚上啊，真的很累。莫娜也跟。我至少刚才还可以睡一下，没有办法啦，这个是他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希望到时他们的联名款出的时候，美女们啊，或者是帅哥们要送给女朋友，要送给妹妹姐姐啊，记得去买一下支持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再见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已经是来到另外一套的地方了，所以也是一样是在这些街头。我也不懂为什么来马六甲拍，而这里比较有 feel 啊，我不知道。OK， 说好这个他的衣服是类似这样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衣服，红装这样啊。然后就是看他表演了，看他现在装逼，他现在觉得自己是大明星啊，很厉害啊，很多人围着。刚才我们有遇到一个粉丝，也非常的热情，有一直在陪着我们啊，聊聊天啊这些东西。然后还有遇到很多的粉丝来跟我们拍照，所以是很开心啊，因为很久没有出来了嘛，所以他们也很难得可能在马六甲看到我们。So OK， 我就觉得还好，就是很久没有感受到跟粉丝的互动了。然后刚才一直没有拍到给大家看，因为刚才我是用大家的相机，我不是用 Steadicam， 现在我是拿着 Steadicam 会比较方便。可是我一换 Steadicam 就没有人跟我拍照，就尴尬了。OK， 好了，这样我们等莫娜拍完了过后，我们在另外一套的时候再给大家看啦。OK， 然后我们再见。1, 2, 3, Let's go. OK， 好啦，我们从九点开始到马六甲，然后现在是时间是五点多，下午傍晚的，所以是一整天是没有停了。怎么感觉你第一次这样挤挤？很丑是吗？不是，应该讲你不是很喜欢那个妆啊？不是不喜欢那个妆，我觉得我的脸不适合化浓妆。对。可是他们讲那个妆拍出来其实是没有什么。对，因为拍摄是这样的，就是相机如果你的妆没有够浓的话，你在相机里面看起来是好像素颜这样的，也不好看的，所以一定要化浓啊。所以这一次也不是化妆师的问题啊，其实它是化到好看的，只是莫娜自己本身不喜欢化眼妆这些东西。我每一个化妆师给我化，我都是不要他们给我化眼妆的，我觉得我不喜欢。OK 啦，我们觉得这个最后一天是最充实的，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要回 KL 啦，然后我们回到 KL 最怕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讲十二号开始没有水来到16号，然后他们是讲一个地方啊，我是希望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家是有水啦，因为我真的不可以没有水，因为我大便洗屁股一定要有水，不能用
T 恤，我觉得用 T 恤很肮脏，对自己的东西是很肮脏。个人个人。我觉得是用 T 恤。个人我个人个人不一样啊。OK 啦，这样我们就不拍下去了，因为也是蛮长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、赞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如果现在你们马上注册的话，还可以送你们钻石。只要你用电话号码注册，加上绑上银行卡的话，就可以免费领取时令机。这个时令机你只可以来进行游戏，达到100块你就可以提现啦。名额有限，赶快来注册吧。